今天是情人节，在这里我先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光子呢也是很用心的，更新了一个供大家在游戏里表白的地点。哎，光子，你让我们这些单身狗们情何以堪啊！板娘已知表白地点就是渔村的这个地方。你们看，520 Love You 的两个大灯牌，两个用蜡烛摆成的心形烛台上面，时不时还冒出爱心气泡，还有粉粉的气球。要是在这里有人和我表白，哎，想想都很浪漫呐。有没有单身的小哥哥呀？这里有一枚单身的小可爱，求认领，求带走啊！有没有单身的小哥哥呀？半天都没有一个小哥哥来找我呀，是不是我这身衣服太高冷了，吓着人家了？还是人家不太好意思？要不我把衣服脱了吧？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我怎么变成了个光头啊？怪不得没人来呢。不行不行，等我换个小清新的造型，这次应该有小哥哥回来了吧？小哥哥，小哥哥，有没有小哥哥呀？求认领，求带走啊！我去，这还能遇到情敌？果然，换了件衣服就是不一样啊！啊，也算是表白成功了吧？哈哈。对了，我去网上翻了翻资料，有人说 Z 城也是不错的表白地点，我也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。虽然还是之前的枫叶树没变，不过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在这里表白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呀。你们看，美食配上美酒，加上美人，接下来不就是……醒醒啦，你们这些单身狗们！好了好了，板娘呢在这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也祝单身的小伙伴们呢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。拜拜。